大家好，我是地方熊猫。你们想要无限弹药吗？让怪物子弹吃到饱，或是想要有帕鲁球丢到饱呢？还是想要开局有用不完的钱钱？今天熊猫要分享一个欺骗系统的 bug， 学会这一招，你就会一辈子就很舒服。影片开始前，请帮熊猫点赞，我已经快100,000订阅。熊猫还是要提醒一下，该秘技请勿在多人伺服器使用，以免引起纷争。注意看木箱里面的金属锭数量，木箱里面本来有278的金属锭。经过刚刚的神奇操作，金属锭和器官的数量都增加，熊猫完美的欺骗了系统。这一次失败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再来一次。这一次数量又增加了，是不是很神奇呢？熊猫现在要来解说一下原理。该 bug 可以不用材料盖出设施，之后在拆除设施后就会退还我们材料。只要可以盖的设施，该 bug 都可以使用。所以我们就是要找回馈最多的设施来盖。缺金属就盖金属多的设施，缺钱的话就盖值钱的设施，缺精炼金属锭就盖这个东西。缺金属矿就盖发电机，但如果更好的设施，欢迎大家留言。游戏内终端机有个交界处的范围，离开该范围，我们就不能用木箱内的材料来盖设施。进出这个范围时有一点延迟，我们要在快出去时把设施盖上，然后跑出去。这个感觉玩家可能要抓一下，尽量让这个设施贴近蓝线处。熊猫练习了一个小时，我发现把帧数调成30帧，电脑越延迟越容易成功。如果你一直失败的话，就代表你的电脑太好了。FPS 的上限调成30，将会增加成功率。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流程。冲出蓝线前一定要盖建筑物，拆掉把资源放回去看有没有增加。好，这次成功的资源增加，我们再试一次。这次建筑物盖太里面，所以失败了。玩家一开始用该 bug 是肯定失败的，不要灰心，多试几次你就会成功。有发现吗？成功的这一次，我的建物是非常靠近蓝线。多余的物资我们可以来到流浪商人这边卖掉，用该方法就可以实现开局金钱999、矿物999、子弹999、沙暴怪物999。如果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下面留言。再见。